沃的演出，竟意外杀出程咬金。我觉得你们这组是我们开始到现在最精彩的一组。我的爱是说听不能听，听他唱歌有点像柔肠寸断，你知道吗？就感觉上快没气的时候，他又给你一股很强大的力量。那我本来想说你赢定了，又来了一个。我要怎么说我并不爱你，你的诠释不落俗套，甚至有点。周日晚间八点，目标华人星光大道。